北投公园成抓宝圣地，200人抓鲤鱼王。天哪，这是跨年吗？人山人海不夸张，人多到快满出来了。该不会这里有？没错，又是宝可梦，这里樱花超多的，大葱鸭、迷你龙、鲤鱼王都在这儿等你，100-200人冲进来抓。鲤鱼王最抢手，不要看它翻肚，进化后变暴鲤龙，可是很厉害的。我居然神域动迷你龙。我说抓宝啊 ，pose 很重要，走路抓，骑车抓，开车抓，抓宝抓得饱饱饱。警察也是，台立牌提醒，不要为了抓宝乱停车。但警察在讲，没人在听。九天来已经开出235件违停罚单，北投光一个晚上就69张。其实临停红线抓宝一样会罚。突发中心，你抓宝，警察抓你。报道。